Hello，好，小心看镜头。对啊，我们终于来到 Longmire，就是在 Mount Rainier 山脚下的一个地方。然后，呀，雪，气球攻击！现在要上厕所，所以需要一次洗澡。对，这也是从这里上去，哎，不错，啊，哎，是这个吗？应该是吧，对，小心哦，很滑。青苔是死不了的。好热哦！下山可能会需要这些衣服，但是上山应该不用。直接上山要穿短袖。下山穿长袖。你要吃饭吗？现在啊，要吗？还是我们上去一点再吃，再走一点好你先喝一罐啤酒，我带两罐，还带 whisky。我有，你有没有带开罐刀啊？你有带开罐器吗？好的，放。可是我的刀片会太掉。
这条路有七脉哦。对。今天挑战攻顶哦。我们还有四个小时。我们刚才走捷径呢，这条路才是。这条。我在这里吃吧，这里有椅子，我在这里吃吧，有木头可以坐。也是可以啊。梨。哦。好了，可以啊，真可以啊。哎呀，好累啊！才刚爬几公尺就累了。你看他还闪吗？有啊。好，那就在录音。面包。香菇啊，你也可以吃哦。香菇。
不管怎么样都会那样子。这是哪里？要不要来一点尾鱼啊？鲑鱼啊？这是闪。所以功夫在拍。对啊。一直拍到我们下山。嗯。在家还吃不到这种东西，还吃不到这种气氛呢，真的。飞扬，
不知道，可能会啊，可能会有熊啊。就有烤猪肉。就在有熊的地方吃鲑鱼，还跑来跑去啊。没有，他会来这里住啊。我说那个熊，熊在这里住。所以那只熊失眠了。其实我们真的不用整袋水果都带上来，因为吃不了几颗。爽，那你来装垃圾了。绿色还是红色？这个袋子上面有洞哎、欸。可是它有汁。对啊。不然的话，
就这个拿来当瑞士版，就这个也破洞了。看起来就用这个就好，这里其实也没有什么子弹。
脚印好奇怪啊。好，应该是哦。可是它间距怎么那么小？因为它会这样的。我帮你拍。我不用拍，没关系。这还算薄的吧。看下来，
自己想办法。还有指，我买了一个指南针，觉得，可是我没有，我还没有寄来，对。所以就要记清楚方位，比如说我们在这山上，然后你知道我们的入口的地方有一条河，然后你就大概记一下那个河的方位，然后再就一直往河的方向走就可以了，你就可以找到出口。我就做个比方，你就找个标的物啊。越高的山上，氧气越稀薄。啊？我们还没爬上去啊！现在我们连针叶林都还没过。等爬到上面会有草原。啊？你知道越高的山草越低，对不对？因为风很大，所以树长不起来，水分也不够。没有，就有草了，还有水，可以喝。啊？喝，你冰吧，还好，还不错。等下上面有人拉掉，喝了，直接用。不行，那样子会水质会蒸到你鼻孔里面去。跟你昨天那瓶水差不多。有一次我跟学校的团来，然后我就看到旁边有那个路边有那种水流，然后我就去拿那个水壶来撞，然后那个 Brianna 就骂我说不能够那个不能够喝的这样的，他说坏蛋。对啊。对吧？欸，我好像有多一条防水裤子，忘记跟你讲。突然想到，上去之后就没有云了。哇，好想溜滑梯啊！
吃，是因为你有在运动，而且刚才又吃，刚才又吃饱。其实南方人的身体比较好，因为北方都在炕里面了、啊，所以现在又比较少去。哪里？哦，我以为你看到路了。好多路啊！鞋。香菇啊，松茸啊，哇，血越来越厚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血越来越厚，好帅啊！你鞋子有进水了吗？鞋子有进水了吗？那就好。金英，你在这种地什么鞋子都不好走路，我这个也不太好走。这只要穿雪鞋，那种有爪子的。下次我们可以滑下去了。对啊，干没有哎、欸，其实也没有用。就走就对了。哦，热死了！我要把外套脱掉，受不了。开启短袖模式。我那个手套可以用那个，就是可以用智慧型手机的。
我说你的手机可以用，这个水壶放。他还在闪吗？剪片好累，要剪片很累。我不知道录不录到音了，那因为。我现在换盖子，像换那种，没有换一下盖子。这应该收得到音了。所以刚刚我们讲那么多东西，白讲。应该也听得到，但是很小声了。那这些东西怎么？放心吧，我都不会玩。是那边，哎，哦，还行哦，帅吗？有点猥琐，有点猥琐，操！看一下，我还要吃好厚。哦。啊！哈什么？不作死就不会死。抓一大手就容易。那我这双鞋子有点……你走前面吧。进水吗？有点湿湿的，你要开路是不是？这雪好深啊！这是无知的南方人看到的。你的裤管有没有进血啊？裤管有进血了吗？裤管？啊。裤子。我没有啊。没有，没有就好。
用心良苦的。不错，哎，等一下，可以拍呀，这个东西。还有啊，看它雪掉下来的样子。啊，树叶皮。好冷啊！是松树吗？啊？好香。帮我拍照。别动。要那么近吗？不能远一点吗？就拍半身的。拍全身的、啊。走那边的看不到。先别动。是涌雪的时候才冷。对。嗯、这种天气根本不冷，热的要死。融雪就会喉咙冻。从来没有读这种上学的。啊？我都没有平时我们上学的时候。Oh, fuck！ 这里怎么崩塌、啊？爬过去吧。爬的怎样？从上面爬吧。啊？你自己爬过去吧。上面钻得过去吗？可以啊。试一下。嗯。最怕它等一下，塌一下。应该从上面这样钻过去。对啊，从上面走好了，安全一点。OK 吗？我这裤子全湿，大意思。
吃到里面而已。检查一下我的掉了。防血钩。我操，这是蘑菇啊。那是灵芝，是吗？对啊。你就长这样吗？对啊。不是吧？这是。是啊。你看，灵芝。再回去煲汤吧。你敢吃的话。把外套绑在这里啊！外套防水啊，我不想脱。那下方也是这条路吗？对啊。哇，怎么会那么夸张？哎、欸，哦，就我们上去吗？那路在哪？这样子，然后弯上去。能看到路就行。真的，真的，对。能看到路就行了。好，小心哦，陷下去了。要下去河看一下，不要，不要下去河那里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是水流过的地方，哦、你踩到水你就完蛋了。什么？是人流下的。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叫什么？胸罩，脏当子。你胸罩，你戴这个是神经病。应该是绑在鞋子上的吧？那为什么挂的是坐标记玩家？那水都积了。走，上来，赶快上来，你可以吗？作为男人，你是不可以。好。换着镜，你的相机。
去水流一下。嗯，不要冒险。我们这么聊，麻烦。我们走到两点以前要下来。下几点？1:15。不能够太晚下，因为太晚下来就没有光了。那走到两点下来。嗯。不管有没有走到三点都要下来。下次要早一点齁，7点多就要出来了。这平常太晚睡了，我都很早就睡了，但睡不着。不然的话，真的玩不到什么东西，都浪费在睡觉上面。他没有攻顶就不爽啊。鞋在掉，鞋在掉。这能露营吗？嗯。发现一点，应该有露营点。露营点在下面。因为我们过那座桥旁边就是露营区，我们刚过桥，然后再过去一点就是露营区。啊，好难绑啊！我觉得春天这里应该很漂亮，很漂亮。那冬天白茫茫什么都没有，本来就是啊。那路游不出来，熊也睡觉了，那只鸟都没有。
是前期是比后期大，还是后期比前期大？不知道。这有冰也不是雪，冰柱。
啊？这段时间体力好差。还有吧。哇！上不去吗？不是，那为什么每次这种地方都会有树倒下来？烦了。环咬树啊！那行啊，这也是陷下去。啊，是吧？啊，进血，啊。哇，路是能走出来的。啊！然后我现在帮你拿相机。再帮你把这雪抖掉。啊，不用了，这是，我知道有松果。哪里？对呀。哦。是不是说干？啊？干有松果。干，对啊，干有松果。我应该穿衣服了。啊？我应该穿衣服。冷吗？太多血了。就把你的其他衣服穿就好。啊？你的雪衣吗？对啊。你所有背包都是。掉了。水吗？哎，来上去再喝吧。上去再喝。啊！帮你制造血，有啊，烧到我头上，烧不到的，太粗了。你看一下那边，有没看到对面山？哎，快要到了，快要到山顶了。快到了吗？啊，快到了。其实还有很大一段，
说快到都是骗人的。我这么天真的相信。要帮你开路吗？其实开路开一样的。我觉得有差哎、欸，如果你跟着脚印走，真的差很多。那我觉得，我觉得如果在前面走，会有雪进去。那你在前面走，有的雪。你在前面走，脚趾后面有点凉，是有湿淋淋的。那你不要踩啊，那会掉下去。好，哎呀，那个预防注射拍戏，拍什么？那我就地方很宽广，拍三难吗？你有没有滚过雪球？啊、你有没有滚过雪球？没有。你现在可以滚了。都是下山的时候就滚了，还是在滚。都可以啊。下山的时候在弄。这雪现在还太松了，都挤不起来。压抑还是紧？压不紧，你自己看。真没有滚过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为什么鞋带感觉一直掉啊？塞进去啊！又掉了，你看，疯狂掉鞋带。把它剪了不就好了？剪了不就绑不起来？我操！对，他怎么干？干什么？这猪有刺，摸它一下，抓一下。有毒啊！这人他，你看这树，这树啊，树的很细。走，几点？走，一点半。哦，十点。两点下山，下这个时间休息一下。那先走，走。哇，后里线为什么这样子？游过来。神经病啊！哦，不用。走吧。这是两条路吗？啊？这是路。不是。冰锥，会杀人的。啊？你不知道这种杀人的吗？玩游戏。
啊？从下面过会不会有？对啊，可以从上面过，干！我觉得从上面过比较帅啊。只是怕他，万一哪天。我操！我操！手马上冰。我操！等一下，我背一包热水，那水好像漏出来了。你背热水？这样全是。我背了一个壶。没有。为什么背上全是？看吧，要喝什么？啊？我操！下雪了，下雪了，好像有一点，有那么一点。你看我的这个镜头有没有里面有没有雪？哪里 ？GoPro 上面的。你对着我，有没有？我这样看不到你镜头。不是啊，我说后面那里啊。没有啊，后面没有。有几滴水吧？真假？就几滴水而已。那几滴不会进的吧？我相机以前也试过这种情况，但也没事。希望没事。你不是说话就再买吗？怕什么？不要吸。这是怎么出发？戴手套吧。啊？戴手套。为什么？我是单戴，但是我觉得好热，戴。会吗？戴才不温暖。你不戴手也温暖的。会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是一直在动。只是刮冰的时候会。有一只，啊！好像雪是树荫的。啊？是树荫啊。是吗？所以好像，就你不出声，它会死寂一片，就什么都听不到。哦，可能会吧。啊！回应你，干！那么，我们求偶。你有看过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影片超好笑，就有一只土拨鼠，然后站在栏杆上面，然后它突然这样子，啊！这样子，啊？然后就雪崩了。没有没有没有雪崩了，就很好笑。
你说这个杀得了人，真的假的？啊、这个杀得了人？就冷的时候啊，它是很硬啊。就看电影就直接插到了。不是啊，是从天，是从上面掉下来，然后人就死掉这样子。在下雪，真的。快点走了，不要再画了啦，你回家再画。黄色的冰，人家尿尿，你不要乱摸。对啊，人家尿尿，你不要乱摸。尿在这里。他刚刚就尿那里啊。走 ，quick， 速度。快点，我们可能连一半都还没走到哎。啊？啊？什么？动力装甲就这样走。什么东西？那是四个游戏，要玩那个，带着动力装甲就这么走。蜘蛛，现在有生物。死了没有？这不是植物吧？蜘蛛啊，死掉了蜘蛛，冻死了，可怜的娃。妈的！把它埋葬。吓死我！哎、欸，不能拍照哎、欸！啊，这样往上一丢，有点下水的感觉。啊，你别，你望着我，然后你自己往上飘，往上抛，
还要做一个很自然的动作，就我只拍上身。不要，没有看到丸子就好了。开始，开始，好了。可以啊。我操，真的行，真的可以。很白痴吗？非常。你看一下。不是，很帅，好像很帅一样。好像下去一样。是水井都这么拍的。对，其实根本没有下雪，妈的。傻一点要做个这样。好多蜘蛛啊！这雪豹可不可以吃哎、欸？雪豹可不可以吃？别乱来！啊？反正是别乱来。嗯，好吃。干，过不去啊！这全都过不去。哎，可以吧？应该可以。这应该过不去了。这太大了。不是啊，你看左边。哎、欸，是这边，所以没事。有，应该把我索尼大手机拉出来，专业防水，好吧，不用担心。哎，等下去应该很麻烦吧？不会、啊，下去滑下去就好了。从这里滑下去，超爽。这上面有一个岩石。好，能追到。你看那个树，好酷哦！像，像那个筷子没有折好一样。我刚刚去拍照了。上面有没有进水啊？后面那里。有两滴啊。两滴而已哈，差一点的没事。这什么？什么？松树尿尿。我觉得是一种真菌。应该是树脂吧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
啊？好累啊。累，但是铁人不怕累。对。哇，好夸张啊！这个，我觉得这个。不知道。那路在哪？过不去，算了，我们走到这里吧。在这里休息一下。不用了，就坐在雪上就好。也是可以，啊？好像不太现实。要试看看吗？可以试看看。哦，这冻了，就是水冻了。我觉得走上去很难下来吧。嗯，那我们就走到这里吧。对啊，没办法。好吧，愉快的一天。来，嗯，喝黑瓶可乐，喝啤酒。Party time。Party time。冰。好像是第一次要下雪，也不是第一次看，是第一次感受这野外。你看起来都在室内。谁呢？上面很冷，我要保温瓶装一瓶水。我知道很冷。你管他错。来，快收水，要拍广告了。哈。我们拍个照吧。好啊，那上脚架拍个合照，要不要上脚架上来？来，没有干。那我们应该都把食物丢到冰上，要照一下是吧？不要，等一下食物都是水。好。
瑞尼尔山喝瑞尼尔啤酒。喝瑞尼尔啤酒。嗯。这么讲。这是卖广告，我操。真的下水。那样的，热了，旅行者的感觉，你看。这一下在哪开好？给拜啊！不不，耶！下雪喽！还挺好的。